各位大家好，今天呢很疲劳的，为各位介绍这一款呢我最新入手的玩具，唉，语重心长啊，这一款呢是由也是钢铁星球所推出的最新的限定版玩具它是 SH03，然后 H，这个是什么什么 Toy Home 玩具之家10周年，我不知道玩具之家是什么鬼，不知道。然后他特别帮玩具之家10周年所设计的这一款限定商品，然后听说呢是限定500体哦，当然听听爱德赫啊，那这款里面附的呢就是像各位看到透明金色的镭射鸟，OK，那一样呢，照旧呢，里面有附上一款限定的特点，当然换汤不换药，依旧是之前送没有送完的透明镭射鸟，蓝色的，连介绍都不想介绍了。OK，那介绍玩具之前呢，先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比较特别的呢，是他给了一张很有趣的人物卡，那人物卡上面呢有一个什么5:1，其实我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次的卡面呢是属于消光然后珍珠面的一个设计哦，限量500体，我这次是500体里面的第422只。OK，当然跨款的啊，然后就是它的玩具的介绍，吧？OK。那这一款呢，介绍的完之后呢，不得不再让各位看一下，它跟我先前介绍的这两款音波呢，基本上是相同的东西啊，你看是相同的东西。哎呀，真的是连介绍的动力都没有了，我连变形的动力都没有了，因为毕竟你习惯了官方这种。做了又做，做了又做，做了还做，出了还出，出了还出的那种设计方式的生产的方式之后，你会对这些商品感到很疲惫。OK，好吧，那这一款呢，特别的地方在于呢，它跟先前两款音波跟音板 比较不同的是，它是一个透明的塑料件，全身是一个透明塑料件。当然，同时期呢，它有出了一款叫做什么宝蓝色，非常蓝。非常蓝的音波，宝蓝色，啊，里面附的是，橘色的激光鸟还是蝙蝠，忘记了，反正不重要。Anyway，那玩具呢，就是像各位镜头看到的，跟之前的我介绍过的这一款，同样是钢铁星球的声波呢，没有任何的不同，没有，差别在于塑料变成透明的，就这样子而已。OK，然后呢，前面的地方打开呢，一样可以放进这样一只。透明的激光鸟，然后变形呢，依旧是这么简单，左右，然后把头翻出来，完成了激光鸟就，OK，我连介绍都懒了那其实啦，好说啦，就是它的塑料呢，其实摸起来蛮舒服的。然后感觉不是那种很容易一摸就断的那种很脆的塑料，这点是还不错的地方啦，就是摸起来不脆。但是呢，最让我难过的是呢，它依旧是有这么明显的水口。然后呢，整只我刚检视了一下呢，整只身上的水口呢，基本上是超级霹雳宇宙明显。没想到我超级无敌火大的，不过算的啦，算了，就拿到了，OK。那变形结构呢，依旧跟前两款相同。当然，为了把时间填满，我一定会跟你介绍它的变形结构的。首先呢，就只是把它转过来插进去电池，然后肩泡电池，OK，然后呢，变形结构很简单，先把头做一个180度的旋转，把它塞在后面这个空隙里面，跟之前的一模一样，然后手呢，一样就是把它往后折，往上掰，这个地方刚好跟这个卡扣结合，OK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脚呢做一个旋转，脚掌给它收起来，
然后呢往上折，跟这个卡扣的地方组合。哎呀，等一下哈，好像这样子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转过来收起来啊，折起来，然后把它组合，组不进去，组不进去啊，在哪里呢？在这里 ，OK， 好，组进去了，然后肩炮呢，就像这样子一样，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像这样子正极负极，只要你接好就可以了，等一下啊，整集复集接好，好了，一个漂亮的透明版限定版音波就完成了。然后你可以把原本刚刚我丢掉的那个激光鸟，把它变回原本的时代造型，给它塞进去。耶、突然觉得好空虚哦。OK， 那这一款玩具呢，又是我新拿到的啦。那跟前两款呢，就像各位镜头上看到的，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，只在于塑料变成透明件，然后是很不错的透明件。然后卡面呢是真的有一个限定数量的哦，第422个 ，OK。那其他呢说明书呢，它就是沿用旧的东西，所以其实我也没什么好介绍的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包装呢就是最新的哦 ，Toy Home 玩具之家10周年。玩具之家是什么呢？如果有住在内地的朋友呢，麻烦就是帮我解答一下到底什么是玩具之家。哦，那对不起啦，今天介绍这款玩具介绍得很快，花没有多少时间就解决了。那没关系，在这个玩具介绍的结束的第一个时间点呢，我来批评一下好了。就是啊，钢铁星球这间公司呢，大家都知道就是蒙巴迪嘛。蒙巴迪呢，学会了官方很不好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在一开始就用换色、换色、再换色来吸引消费者来购买他的商品。可是呢，其实他同一个角色，虽然这声波是一个非常人气的角色，但是呢，他可以好好的把他们家铁皮搞好，对，赶快出铁皮，然后赶快设计下一只就好了。其实不用一直在声波、声波还是声波。这一只呢，如果他不是用限量的名义来打的话呢，我觉得这款玩具应该是会卖不出去，因为它并没有比上两款有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，除了它是透明以外，其他都是一样的。那也变成大家买了同样的商品买了三只，像我这种笨蛋，我同样的东西买了三只，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太伟大了，我支持他们家公司支持了三只。那业界呢，他出了地，他我说过了，他还出一款宝蓝色，很蓝很蓝的音波。那一款呢，我就连入手的动力都没有了，因为它还是声波啊，对吧？一点让我只想再多买的欲望都没有。OK 啊，算了，再怎么批评下去，搞不好 MFT 可能就会派人来骂我了。OK， 就先这样子吧。那这款玩具呢，当然喜欢的话就入手吧，那因为它限量500只。那不喜欢的话呢，就看看路过就好啦。谢谢各位。